豆干午安，肥面午安，佳佳午安，阿良哥哥午安，女郎午安，龙月午安，左左午安 ，Global 午安，阿 K 午安，柚子午安，君午安 ，Kiko 午安，艾瑞午安，阿雅午安，贾瑞午安，阿云午安。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这个物语飘零之声。那这个皮呢，说没有关系，其实也是可以啦。因为这一款呢，同样是早期我们的月光仙子，朦胧月光仙子赠送的礼物哦。这个今天呢，听说这个是经典名作 ，ADV 经典名作，你们知道吗？他当年真的是很厉害，到底有多厉害？超厉害！他真的太厉害，因为我根本没有玩过，他真的太厉害哦。这个我没有什么时间看他前情提要之类，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听说剧情很强哦，很强哦，来看看。物语始落，操作说明上下左右或左键点击移动位置选择项目。我有看到那个画面，我觉得画面看起来跟那个夜回的感觉有一点像哦。决定对话呢，就是 Z Enter Space 或是左键哦，叉 ESC 右键 F 重新启动。好 ，OK， 这些都是键盘可以解决的事情哦。瑞塔安安您好，听多利亚，我们看听君喜欢皮没有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事故啦，皮事故没错，皮事故啊，皮事故是不是睡过头？没有睡过头啊，我蛮早起啊，还弄了皮，结果他在另外一个，我想一下，好，大家给我一分钟，一分钟我就可以把皮搞定啊，等我一下。好，这个皮哦，等我一下，我刚开了，把那个同步打开哦，他应该再给他让皮飞一下，让皮飞一下。我的皮在这，他会更新吗？应该会吧。我的皮，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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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块不会太大吗？会，我已经忘记，真的每天都很匆忙哎。来缩小，皮会变吗？会吧。啊，他那，我看一下档案，第一张哦，物语飘零之声。哎，它这个不会显示哦，我看一下哦。今天是1月12号，哦，还没跟。好，不管它，等一下更新，我再来点一次。大家安安，好，第一章开始。当我听见双亲去世的消息时，是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日子。是因为一场车祸。透过语音留言之后，知道后匆匆忙忙的赶到医院，却已经为时已晚。我没能赶上去见父母亲的最后一面。大雨不停的下着，而葬仪社的人员静静的举行着他们的葬礼。他们两个人生前的愿望是，可以秘密的举行葬礼。父母曾经跟我说过，在我小时候就跟家里断绝关系，所以没有能来参加葬礼的人，只听见不停歇的雨声。是场十分安静的葬礼，我一个人在广大殡仪馆里待着，
一种无法言喻的孤独感朝我袭击而来。自己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不安感像阴影一般没过了我的脚踝。父母去世的那一天，恰巧是我的生日。想必那天本来也打算庆祝我考上大学吧。对于我上榜这件事情，比我更高兴的两人肯定是要大肆庆祝一番。毕竟在残破不堪的车里找到要给我的礼物，是如此诉说着。我想说，是宕机的吗？还有紧张一下。哎、欸，是女生啊！刚刚应该用女生的声音讲话才对。不小心睡着了。啊，我的皮是好了没？皮好了没啦？皮嘞？屁嘞？皮嘞？根本没更新啊，屁啦！哎，算了，不管他，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须要振作起来。好，那今天就稍微整理一下，就去休息吧。振作起来，今天稍微整理一下就去休息，这个听起来怎么很像大家的日常生活啊？我觉得今天一定要认真，我们今天一定要振作起来。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打扫家里了。好，今天就稍微整理一下，就先去休息吧。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等下，来，我怎么觉得？对啊，为什么都给我乱搞？好 ，OK。哦、oh, ，它是一个这个看起来像是这种像素点阵式的哦。哎，我看到画面上好像不是这样点阵式。OK，Z、okay. Z。哎，为什么没有反应？它不是 Enter 吗？哎，所得申报书。等一下，它该不会……哦，变很快。埋葬许可证、意外事故说明书，点点点，好像是一本相簿，上面附着锁，无法打开。印象中从来没有看过这本相簿，这个就先放在这里吧，毕竟有点在意。哦，按 Shift 的是跑吧？不是啊，他陈列着爸妈喜欢的书籍。哎，我觉得还是要用滑鼠哎，因为他那个，对他那个反应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家里的钟很稀奇的是，这是一座古董钟，钟摆上面镶着一块褪色的石头。12点了，太磨磨蹭蹭了。深夜宁静的街道，一个行人都没有。OK。遗产税申报表啊，跟妈妈借的丧服，明天得拿去干洗衣店才行。稍微整理一下再结束吧。整理好的人生保险文件。就把这个放在书柜上就结束吧。书柜上啊，从书架的缝隙中找到一把小钥匙，获得了小钥匙。阿亮哥哥安安，我要开始认真上班了，很好。我觉得阿亮哥哥说的很对，我跟大家说，你们偷心确实也是上班的，偷心确实是上班的一种。你们现在在上班。就是努力，就是赚取自己这个生活维生所需的收入，我觉得非常好。那然而呢，在这个上班途中，你不可能每分每秒，我相信也没有，绝对没有人坐在办公室，你的左邻右舍，甚至是你顶头上司中的上司中的上司，他都不可能每分每秒都在工作，不可能，他绝对也会偷心。所以此时此刻，你们偷心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是，哎，忘了偷了什么，盗窃了什么东西，并没有，其实你是在为另外一个东西赚取。一个收入也是一种收入，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开心，你赚取你开心的收入，所以你现在打开你的 YT， 点这本台的频道，就是在赚取你开心的收入。我觉得非常好，完全没有问题。好，这把钥匙是在哪里呢？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感觉就像是被藏起来一样。奇怪，那会在这？好，可以睡狗狗喽，狗狗，不是啊。啊，拿到小钥匙不是要睡狗狗？哎，嗯，说不定这把钥匙，嘿，怎样？说不定这把钥匙，所以是
说不定这把钥匙……所以到底是说维持冲刺是、冲刺是不用维持冲刺的？我觉得它的音效声很大 ，background music background sound me say。还是很大声啊，啊，这个啦，这个啦，就你也没是叽叽叽，差戏，嗯，啊，对对，就是他，好，那我就再可以再把音乐开大一点。台主在布道吗？布道什么？开相本。到底什么说？对啊，到底什么说不定？哦哦哦，是相本啊！负责锁的相本，手边钥匙是不是可以将它打开？索性打开来，故意不打开，稍微考虑一下，故意不打开，稍微考虑一下，怎么办？现在看的话，一定很难受吧？稍微深呼吸一下吧。嗯，不要打开好了。嗯嗯，果然，暂时先不要看相本吧。现在心里有点难受，没办法想太多事情。现在不是身边悲伤的时候，明天开始就只能一个人活下去了。伊利安安，总觉得累到快要睁不开眼睛，今天先回房间休息吧。可是我还是有点想看哇，糟糕！哇哇，好吧，先睡狗狗。睡。这间不是我的房间啊。大汉堡的篮球，装饰着高中时代篮球社的篮球和比赛优胜奖啊！莫非这个物语飘零之声其实是汉堡飘零之声？这其实这个游戏其实是大汉堡的游戏。他高中的时候篮球社打篮球奖杯啊！看原来是大汉堡的游戏啊！不是啊，好啊，你都这样啊 ，OK 啊，好啊。像不都打不开啊 ，OK 啊，很秀啊，你就都打不开，你这辈子都打不开啦。很久以前收到的生日礼物是一个玩偶，室内灯散发着暗淡的光芒，暗淡的光线，我要来困觉，睡小高，睡高高。我今天的早餐是 Yamazaki 的面包店的肉松面包。从今以后。这必须要一个人独自活下去了，一切都来得太快，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日常自信是人一般，我常常睡去。隔天，我放弃收拾父母的房间。有一天，当我不经意打开父母房门时，注意到时钟的指针已经停止了。但是，就像那本相簿一样，我默默地将它维持了原样。我没有什么年幼的记忆。那本相簿对我来说，或许有着重要的回忆也说不定。然而，我已经没有打开它的勇气了。为什么大舌头？因为舌尖有几个破洞。如果要是正经讲话的话，舌头会痛。回过神来，时间逐渐流逝，不知不觉间，在亲朋好友面前，我也开始能勉强装出有精神的样子。但是，我心中的空洞。完全没有被填满的迹象，我决定悄悄把这个空洞锁上。就像那本相簿一样，没有打开那把锁的勇气，似乎还遥遥无期。Book End， 依旧紧闭的门扉，在排列书签中追加了紧闭门扉，依旧紧闭的门扉。喂？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啊！跟昨天那个游戏一样？啊 ？What？ 啊？破台了！破台了！结束了 ！What？ 结束了！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射出陪伴台就这里告一段落。这个游戏有没有想象，没有想到比想象中还要简单，还要快速哦。我相信这款游戏，我们隔壁棚王之小弟
一定可以快速通关，一定可以吧？一定没有问题吧？哇，不是吧？真的假的？结束了，轻松，没有难度，我太快了吧！啊，我再继续喝着我早上泡打翻牛奶，为了泡咖啡而打翻牛奶的那一杯咖啡，太厉害了吧！我跟你讲，等一下剪个精华，大家都有写那个 any percent 嘛 ，any 趴，我每次都讲 any 趴，我想要奇怪为什么速通要写 any 趴，超级奇怪的，可能是因为是外文，它有一个什么 any percent， 我不懂。然后每次看我都想说 any 趴，我这边等一下要剪一个 any 趴哦，绝对物语飘零之声最速 any 趴，好不好？超趴的，超快速，鬼转魔物猎人。哎，我跟大家讲哦，昨天呢，因为小弟在玩那个恐惧饥饿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空闲，然后我就想说，哎，我想要玩个什么游戏，可是因为我不能开 Steam 嘛，然后我最后终于找到我在社畜陪伴台无声挂台的时候，如果我真的要玩，我要玩什么东西，我已经找到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找到了。就 any 趴，意思是不管进度如何，只要通关就好。哦，它这个 any percent 是这个意思哦。哦，不管趴数如何，只要可以通关就好。哦，就 any 趴，原来是 any 趴。好 ，OK， 想要死。不对，我要先拿一些这些该拿的东西。我们现在已经速通，我们现在已经二周目喽。甚至连女主角叫，我甚至连主角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我就破台。这不是 any 趴，这是什么趴？对不对？这个吧，对啊，他不是说放到桌上这个？好，有点在意。好，君，好，小钥匙获得。OK， 好，我们现在锁匙打开来，嗡。还有，就算叫100%也是有分条件哦，也是有的。现在打开，说不定会很难受。打开吧，不打开就没得玩了。不要再问我，我要打开。干嘛问三次啊？因为很重要吗？贴着令，怀念的老照片。爸爸妈妈好年轻啊！这有一张空白页，上部好像缺少了一部分。我小时候的照片被拿走了，看看其他页好了。所以那个挂台适合玩的游戏是话说一半心痒痒，没办法，这就是本台特色，吊你胃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今晚几点吗？听不到时钟的声音，指针停住了，我也没有办法修好它，我不太擅长修理这种精细的机器，下次把它拿出去修理吧。总觉得非常累，锁好门窗就先休息吧。锁，好，门窗，所以我要下去锁。哦，终于到了不一样的地方了。哎，然后这上锁打不开。哇，桌上那一盆菜看起来太好了。对了，这里也是明天要收拾好才行。明天再收嘛。哇，真的，因为他父母的离开哦，这个料理摆盘十分漂亮，但是都已经坏掉了。你看，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他的父母是为了要庆祝他考上大学啊。这是我喜欢吃的东西，炸的、烤的。好，怎么一开局就很难过的感觉啊？好。为了严防等一下又结束哦，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哇，他家预算蛮大的，干湿分离。
这游戏可以上厕所吗？好，看来是不行的。好像可以随时存档，对，可以随时存档。小雨伞存档，进行储存。奶叔，好，我们先睡狗狗，好不好？啊，一楼看玄关的窗户，哎，我刚刚不是牢牢的锁上了吗？不是啊，我是在想说，它会不会有一些设计，就是一些不错的设计这一个样子嘛，是不是？哦，打不开，似乎做菜做到一半的样子，这个房子的时间仿佛像停止了一般。好，所以这里应该也有窗户吧？有有有，好。这样子锁好门窗，差不多就该回房间休息了。OK， 真的是令人想要同情的小女生啊！就这样睡吧。突如其来的孤独感，看着那本相簿，让我更有这种感觉。我无法想起相簿中空白的位置，不可思议的是。我的童年回忆从以前开始就模糊不清，我不了解自身的一切，就连知晓我童年的父母也不在了。要是在葬礼上与父母的老朋友来的话，我可能就可以得知自己的根源。但是这个世界上一直没有真正了解我的人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是真的好寂寞，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说这款就治愈啊！我昨天本来想打说就是治疗，也有一种治愈，你知道吗？治疗你，我想哇，这么治愈，会不会是打错字了？噔噔，过来吧，过来吧，啊，我是瑞亚塔。过来吧，过来吧，过来吧，可爱的，可爱的，我的孩子，过来吧，啊，过来吧，完成约定吧，被你们一分为二的约定啊，就用时间与残缺来弥补我吧，就只有现在，只有现在。所以当那天来临时，过来吧，可爱的，我的孩子，就将一切献给我吧。我不允许你们逃跑，绝不允许，绝不允许。不会锁啦，我们最近歌回练习，我们现在喉咙的掌控，声线掌控十分完美呢，是不是？钟声，怎么会有钟声？钟声响起来，又修好了。应该停止的钟声，现在正在不规律的重复响着。怎么会？我得想办法让钟声停下来。你去死！你去死！你去死啦！你去死啦！咦咦，怎么会这样？好像停止了。说不定被我弄坏了。哎呦！不小心一股劲的连钟摆上的石头都拆下来了。这是石头？哦哦，石头跟有张像是照片的东西掉落在钟摆上滚落下来的石头旁边。为何会藏在这种地方？照片上印着小时候的我、我的父母，还有一名不认识老人的身影，背后写了一段简短的文字，好像是母亲写下的。1933年3年3月，叉叉县叉叉郡阿座河村显治的父亲显治，我失智，好像还写着什么，但是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无法辨识。爸爸与妈妈，还有我的名字。那一起出现在河道里的，难道是爷爷吗？
哦哦，我们回到过去，在那之后，我过着忙碌的日子。政府机关的文件还有名义改写，这陌生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困惑。但比起这些，最让我忙碌的是，我得打更多份工来赚取生活费。好，这就跟现在这个荧幕前的观众们、肉粉原本是一样的。从父那里继承的遗产，全部都花在大学的学费上。哦，没有，不是回到过去，他是继续在过他的生活了。我每天大学的课表都排得满满的，空余的时间只是用来处理父母的后事和打工。上学、处理后事、打工的忙碌日子，足以让我忘却悲伤。但是，当文件处理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季节变圈，暑假就这么来了，忙碌的日子戛然而止。大学的暑假长得离谱，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才对，但现在对我来说，只觉得忧郁。环顾家中四周，到处都是父母的影子。某一天，从中掉出来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张照片大概是我的祖父。正当我盯着这张照片时，这样想时，本应习惯的寂寞突然间涌上心头。好想见你。哎，奇怪，我们最近玩的三款游戏怎么好像都跟阿公有关系？想见你，只想见你。我也想跟你聊很多事情，也想听很多事情。我这么想着，便赶紧把打工赚来的微薄积蓄全部领了出来，趁着暑假去那张照片的地方看看吧。于是现在，我坐着颠簸的电车，正前往阿座河村。我在电车上买了一个肉松面包，听说是这趟火车上面最出名的肉松面包。前往阿座河村的肉松面包，我决定在到站的时候吃一口看看。肉松的馅充满其中，那沙拉跟油脂填满了我的齿缝。在我终于到站的时候，杨安安，终于到站了。阿座河村的肉松面包真的很好吃，阳光真是刺眼，但是都没有人站了。没记错的话，从这里到村里好像也要花一点时间。什么星星都没认识出来啊？应该会有杂货店，或是便利商店之类的地方吧。公车站在哪里呢？可以买饮料吗？陈列在都市中，没看，有着神秘名称的果汁瓶，买。我跟你讲，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你一定要体验那里的所有东西。吃完就好好讲话，不是啊？他出站吃东西，吃东西他有感触，他就一定会边吃边说，这是一定的。基本上，你没有看过有什么这种配音台在边吃边说，真的没有。我们这里就是 only one， 绝对是大家的 only one。会放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应该是100%纯果汁吧。阿塔说我喜欢肉松面包，没奶汁多，对，没奶汁多，100%。哎，卡齿缝了。完全是人工香料的味道啊。上面贴着时刻表，看起来班次非常少的样子。三天后，阿座河村的祭典。过几天好像也是斯普拉顿的祭典。往阿座河村的公车还有3个小时才会来。总而言之，只能先坐在旁边吃肉松面包了吧。祭典就在明天。好闷啊。还不来。太夸张了，都等到晚上了。看样子感觉公车没有要来的意思。从现在开始走路出发的话，应该可以到的村庄吗？不要走路啊，不要走路。来来来，警察，警察，
那边的人在做什么？啊，没什么，公车一直没有人。公车，一直公车人很少，这样是已经废除了。啊，果然。哎，阿伯，你是不是去的？你要去阿祖河村了？是的。安妮哟，好啦，这么年轻的女孩在这个地方，所以有点危险的。啊，你不介意当警察？啊，我载你一程怎么样？可以吗？我所以你要去村子的哪里？下去这里。您知道这个地方吗？这个村是史料馆啊。史料馆？以前还是非常气派的宅邸呢。因为这座宅邸老人家过世之后就改建成史料馆了。你今天是要做啥？没什么，来找亲人。这。算了啦，等人之后你先上车啦，天色再暗下去，史料馆要关门了。当宝来了，当宝，我跟你讲，这游戏真的，是你的游戏，你知道为什么？女主角高中的时候，篮球队的，还得过奖牌，她就是你啊，黄色啊，对不对？你大黄宝，对不对？史料馆。真的拉撒贵耶。就是你大汉堡啊。那个真的是非常感谢你。这边可以去啦。比起那个，你真的有事要来这里吗？是。算了，现在应该时间结束，但我想管理员应该还在。那个家伙很严格哦，我不然接下来怎么栽啊。总之哦，你有什么事情哦，可以跟派出所联络。好，非常感谢您。好好玩，我一直都好好玩啊！我哪一款游戏没有好好玩？我都是真心对待、欸。对啊，这已经改善成史料馆了。还开着，还没有闭馆吗？已经来到这里了，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这种事情才对。好。哇，中间吃到一头美乃滋，超爽！好啊。是什么？好像有股似曾相似的味道。令安安，对了，跟家里人的古钟味道是一样的味道，钟摆有味道。不好意思，有人吗？哎呦！馆内的导览图太暗了，看不清楚。阿桃湾，哇，太黑了吧？是否太黑？好像写的什么，因为太暗了看不清楚。那我要怎么办？好，我要怎么弄？音乐越来大声，面包卡在我的牙缝了。这个。我是不是要照着什么东西去找吗？这样探险真的不会有问题吗？太暗了，感觉无法前进。我也觉得，亮亮，写着紧急置物柜的钥匙掉了下来。哦，刚刚那个后面那里是不是有个置物柜 ？Q 安安，还好啦，阿桃，这种像素的真的可怕不到哪里去啊。没事，阿桃，别惊啦。魔书啊，打不开哦。我们应该先把电灯弄起来。我觉得我要先找时钟，他应该是要先找时钟，因为我既然听到了那个声音，闻到了那个味道，我应该就要先把它找出来。店员会在哪里？店员其实应该会在我刚刚右手边那个地方，我合理觉得应该会在这里才对啊。但他不给我按，很奇怪，我按了他没有反应。这里是过不去，然后这里也是
还是我出去，因为我看不到啊，我就索性就出去。他摇摇头，必须先确认一下有存档吗？总店员在外面，总店员在外面，说跟那个骑脚踏车那个一样吗？跟肥松一样吗？我先存档，先存档，托尼卡库先存档，好不好？大家提醒我要存档，因为我不是一个习惯存档的人。哎、欸，等一下，好，昨天被 From the Darkness 下的手机差点摔出去，很可怕吧？对不对 ，Lin？ 那太好啦，那这款游戏就值得啦，对不对？制作人跟制作组也值得啦，对不对？瑞塔皮，瑞塔的皮感觉可以拿哑铃，可以吧？瑞塔有什么不能拿？瑞塔什么都可以拿。怎么样？瑞塔最没办法拿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肉粉圆的情谊。瑞塔最怕肉粉圆的情谊。大家赶快拿出你们的情谊，让瑞塔知道厉害。哎、欸，等一下，仔细看的话，上面。可以看到上面写的办公室，可是太黑了，我根本就进不去。嗯，看一下哈，太暗了，感觉无法前进。还是我可以用地毯式搜索。小，太暗了，什么都看不到。Ash 安安，等一下，我来救一下这个新人，新肉快登场，我来救一下、喔，等我一下、喔，应该是回锅啦，回锅肉快登场，我救一下、喔，等我一下、喔，屁啦，哦屁啦，我刚刚就用滑鼠点，它就不行哦，这有 bug， 等等哦、喔，应该习惯 Ctrl S。Ctrl+S 也有小习惯，也没有真的那么的习惯的原因是什么？假如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很多都有自动存档，已经习惯自动存档。SH， 哎、欸，等一下 ，A S H I H， 有找到了，好，就到了，没问题。好，老旧的手电筒。获得了紧急置物柜的钥匙。OK， 我们现在已经有手电筒了。这样子就稍微容易行动了，这样也能看出出口附近的馆内地图。好像是馆内地图。好，我们 GPS 先开起来哈。我们现在目前大厅，刚刚前面这里就是这个前面大厅那个书库的地方呢，左转是办公室，所以大厅我们这边呢，在左转过去有浴室、厕所、茶水间，然后到二楼的部分是从左上右上角开始算二楼开始走上去哈，然后也是可以直接上三楼。哦，影片鉴赏、展示厅、儿童仓库、紧急出口，紧急出口在二楼跟三楼都有阳台，然后三楼是房间。好。一楼是图书区，二楼是乡图室啊，三楼是什么呢？好，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探索，就我们有这个应该是可以探索。书，他是想去三楼吗？办公室，不行，这上了锁。瑞塔举肉肉吗？也是可以啊，他也举得起来，我那么轻。人家的肉工具这么轻，一定举得起来吧？他这里写禁止饮食，我刚刚还吃肉松面包，这样子是可以的吗？打不开，这好像是断路器上的锁，打不开。好，我们要找锁开店。天花板都被熏黑了，冰箱里面有烧焦的臭味，陈列了很多餐具。哎呦！踩上这块地板后传来的声响，好像下面有一个很大空间。OK， 地下室这里有一个暗门，可以通地下室哦。你轻？当然轻啊，怎么会不轻呢？卡卡的吗？卡卡的，轻啊，怎么不轻？一定轻啊，哪次不轻？噔，好，现在我们现在先上二楼逛一下。来吃啊！我的面包被打掉了。似乎被封锁着，现在这里移到了这一边，什么意思？哦、oh, ，OK， 好，请不要默默的将书籍和物品带出史料馆，如果需要复印，请向管理员申请。OK， 挂着化为小雨的声音，有电视机和录放影机，给儿童看的教育影片。OK，
馆内放有许多对村子而言十分重要的东西，请勿奔跑嬉戏。好，马上跑起来。哎、欸、哎、欸，这里昂昂哦，昂昂正常，被封锁起来了。好，不是啊，他摆一个三角锥，你还是可以过去，这里又没有人。不要那么守规矩。484有尸体没有啦？没有尸体啦。灰尘好多，是没什么在使用吗？所以等于说，这应该三楼应该是还保留着他们家原本之前是不是还住着的地方啊？哇，他那个诡谲的声音有那种水滴声，恐恐怖怖的。放着一张简朴的床，看起来似乎不常有人使用。地上有一本老旧的绘本。今天太冷了，我也点了烤香蒜厚片来增加热量。女郎，星期五了，你各位肉粉圆，现在目前在线的27个人哦，来，请大家拿起，不管是你要拿起手机，还是你要现在要离开你的位置，到附近的饮料店点一杯珍珠奶茶，让自己开心一下吧。紫兽鬼和法师大人，阿座河村传承民间故事，紫兽鬼和法师大人。很久很久以前，村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女子利用自身的美貌俘虏村里们的男人们，并指使他们去做坏事。村子因此变得落魄冷清，男人们的妻小也经常食不果腹。终于有一天，那个坏女人被村民们赶到了山里。即使如此，女子仍持续做着坏事，这样的她容貌逐渐改变，最后变成了恶鬼。堕化成鬼的女子成为了诱拐闯进森林里的孩子们，并将其推入地狱的紫兽鬼。有好多孩子都遭到了魔爪。看到女郎。村里的男人们试图进入森林消灭紫兽鬼，但没有一个人成功。某一天，村里下起了雨，于是如雾一般绵延细雨。紫兽鬼居然随着那场细雨来到了村里。我的孩子在哪里？我的孩子在哪里？那些跑进村里的孩子还不够？孩子！此时，有一位村民走向了紫兽鬼。不可思议的是，紫兽鬼竟然没有袭击那位村民。那位勇敢的村民将一颗散发着蓝色光芒的石头丢向了紫兽鬼。被石头击中的紫兽鬼尖叫地跑回了森林。在那之后，扔石头的村民拜托紫兽鬼，希望他别再来抓走无辜的孩子们。紫兽鬼从此再也没有踏进村子一步。后来，那位村民被大家称为法师大人，继续从森林里的紫兽鬼中保护着村子。孩子们再也不跑进村森林，村子也回到原先充满活力的样子。你说喜欢真奶是不是？OK， 可以，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好不好？都可以，都可以，可以。不管是你爱喝的真奶还是爱看的真奶，好不好？就是在各位不违反社会风俗跟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大家在一个大家都安安全全的情况下，好不好？选取自己喜欢的，就是点一杯自己喜欢的真奶来度过这个星期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该怎么说呢？这故事让你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确实有点恐啊！桌子那边有奇怪的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左左大腿练到哪？左左大腿已经练到不行了。女郎，我跟你说，你这个有空好不好？这个肉粉圆有在 DC 里面哦，我们李明活动中心有一个魔物串，你这个新朋友。新手、老手、中手、没玩手、没在玩的手哈，不管你什么手，想要玩的。好，在那里就直接揪，直接开。我奉劝大家，简单，不要问要不要打，你就直接先开房，丢一个房号。需要觉得有点，觉得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觉得自己在一个人在这里有点寂寞，
希望有人可以陪伴我一起狩猎这些魔物，这样子就会有人进去啦。作为就是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游戏看来都会有一些选择，然后它其实也是多结局的。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直播组在玩这个游戏，一定要秉持着你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习惯来进行哦。就比如说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可能会有些人会是啊，那我就要观望。但是我们这种横冲直撞型的，一定是直接打开抽屉的。女郎说有带飞团吗？带啊，带啊。但是其实我也是蛮菜的，大家昨天有看到应该都知道了啊。我是就是该在法米家里面绝对算强的啦，但在外面绝对就是菜的啦。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在我这个能力所及范围内可以执行的话呢，一定义不容辞啊，对不对？我这么宠粉，是不是？啊，卡得有点紧呢。啊，怎么会这样？啊，什么东西？黑色流星，吓死我了！刚刚那个是。啊，是白色的啦，白色流星。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是进去之后吃不来吗？啊！老鼠跳出来的抽屉中有一把钥匙，上面写着三楼的文件仓库。OK， 获得了三楼文件仓库的钥匙。三楼文件仓库，这个感觉是收集的要素没有到非常多。游戏结束，道具、鱼类图鉴，鱼类图鉴吗？这也是可以养鱼的，是不是 ？OK， 好。好，选项上看起来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三楼文件的三楼文件就是刚刚我们上面那个有锁起来的那个地方嘛，对不对？他这里可以直接看地图吗？我看一下地图，地图，地图不行不行，地图要自己记。好，上面写的紧急楼梯上锁，打不开。对，我们刚刚最左边是紧急楼梯，然后中间上面那里好像就是图书，但这里还有一间房间，进去看看，上锁打不开。OK， 哎，上锁了打不开，三楼啊，怎样？等等等等等等，那我可以？他是要自己使用道具的吗？三楼文件仓库的钥匙，哎，怎么会？啊，这里。好，奶叔，我们这里大腿超多的啊！昨天那个国是国吧？我一直念他，我一直念瓜 GUA 好像是国。他就是超级大腿啊！昨天打就给他，真的是给他腿啦、啊。文件上写着重要文件，三楼该不会是展示区吧？放有一本相簿，再次打开。我真的很喜欢看相簿，相簿里贴着老舅的照片。与其说是史药馆的相簿，不如比较说像是私人的相簿。大部分的照片上都有一名男性。与看似是他小孩的人物啊，昏贵安安你好，是物语。昨天是崛起啊，要世界腿吗？我相信世界腿也是很多的。照片旁边贴有便条纸，似乎写着照片上的人的名字。男人的名字是金一郎，小孩是贤治，跟爸爸的名字一样。怎么办？实在是很想要再多调查一下。但是这样果然很不妙吧？不过，放着满是灰尘的资料与老旧备用品等物品。好，油灯。哎，不能拿吗？哎，肉块哦，昏贵啦，昏贵啦，昏贵啦，昏贵，昏贵。等等等等等等，我来救一下昏贵。我来想一下哦。我觉得阿 K 就是那个肉圆讲话那个，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肉圆讲话，好，我等一下来设定一个声音。肉圆用那个讲话的时候，我来播放一个音效，提醒一下我自己，看一下可以。等一下哦，等我一下，我救一下昏贵。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粉果，好，救到昏贵。相关资料哦，文件夹 ，OK。那份文件夹中有一张写着关于土地所有者的文件，所有者的栏位写着祖父的名字静一郎。有的，神奇静一郎是爷爷的名字，没错。我想，因为那本相簿上也写有他的名字。总之。看来这里曾经是我爷爷的家呢，也就是说，这里是爸爸的故乡，
悄悄地把文件夹放回架上。老实说，真的很想再多待一下，好好的调查。明天再来一次，跟管理员说明一下事情的经过。我跟你讲，你已经出不去了，出不去了。似乎有什么发光的东西从柜子上掉了下来。蠢蠢安安，微微安安，附有三个散发着蓝色、蓝白色光芒的石头的项链掉落在地上。应该是从那柜子上掉下来，但手勾不太到。总之，先把它放到柜台好了。话说回来，还真是漂亮哎！为什么可以这么漂亮呢？他这个我在那个缩图上面看到的这个女生，她的手上确实也是有这个项链，所以这个项链我猜应该是蛮关键的剧情里面的东西哦。从深处发出了声响。谁在那里吗？是管理员吗？安安你好，是谁在那里？感觉会有可怕的事情。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声音，难道是或许有管方的人在？说不定。看这声音听起来，真是有小偷哎。声音是从这里出来的，打不开。那个，不好意思。举像哦，从门的另外一边传来少女派的声音。我是那个该怎么说？我是有想到知道事情才过来的。你不是管理员吗？对啊，倒不如说我是在找管理员。那你是谁？是管理员吗？不对，我不是。比起那些，快想办法让我从这里出去。你说什么？躲在这里后，门就被锁上出不去了。怎么会这样？那应该要找管理员不是吗？我不知道他在哪，应该说我不想被他发现。那这样的话，要不要帮你联络派出所？不可以，联络派出所就等于联络望月巡警，对吧？绝对不可以让他知道。你敢叫他来的话，我心有灵火。那么我该怎么做呢？少女的声音好低沉。少女也有可能有低沉的声音吧。从墙上的小洞里面掉出来像是钥匙的东西，这是用这个去找这个房间的钥匙，上面写着办公室备用的钥匙掉在地上。好，我们俨然成为了一个工具人，从史料馆开始的工具人生活。先拿去柜台。好，乃说烟赏少女可以哦。一张纸片从桌上掉了下来，这是什么？老旧院里的一角，日期被圈起来了。自从来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骚动不安。获得了紧急置物柜的钥匙。紧急置物柜。好。我们要先去办公室。打开窗户不能打开，找钥匙，文件书柜。二楼置物间是这个吗？乃书。好，电话，新款的。这里有张纸，办公用具。这有个纸箱，写着热射，打不开。好，看来它蛮线性的哦。也是啊，这个游戏好像我上面是写什么2013还有2016，用这个什么 RPG Maker 哦，是 RPG Maker 吗？好像是做出来的哦。这里在这里，我把钥匙拿来咯。没人回答。那个拿来的钥匙可以打开扇门的样子。我想一下，但也没什么好想，这就线性的啊。开啦，开了就知道啦，大不了一死嘛。那个，啊，你在那里吗？我说你啊，
竟然闯入违法，竟然违法闯入这种地方，啊，你的脑袋没有问题吧？不是的，我只是有些事情想要弄清楚。好可怕、哦！哼，从容公举吗？你是学生吗？难不成是这一代的孩子？是没错呢。怎么了吗？竟然躲在这种地方，还被关在这里？我只想待在这里而已啊，所以在这里而已啊。我讨厌回家，也不喜欢在外面碰到学校的同学，就只是这样而已啊。总而言之，我只想待在这里。但是现在已经这个时间了，得赶快回家才行。不用你说也知道，很啰嗦耶。总言之就这样，谢谢你的帮忙，不认识的大姐姐。对了，打开这钥匙要来保管吗？为什么？如果说被问了什么的话，你也很困扰吧？来保管对大姐来说比较好吧。啊，对了，你知道哪里还在哪里？对关闭馆时间之后很危险。对管理员，脑袋有点奇怪。炸了！可以的话，大姐你赶快逃吧。哎，等一下，什么意思？喂，不是、啊、要逃，不是要一起逃吗？肉肉，你说说看，三千年后再见。你有现在有三个声音，你要哪个声音？快走！被锁上了。总而言之，来到看有没有地方可以逃出去。大姐姐，就算被抓到，绝对不要说出我的事情啊、哦！啊，等一下，刚刚的声音，三千年后再见。紫色头发了。三千年后再见。怎么了？要做音效版吗？要做音效版的话也是可以的，我要练一下吧。啊，不是啊，啊刚刚那个紫色头发的小女孩是去哪里了？啊，对，我们还有一个逃生出口。靠北，干谁在这里？我要杀他！摔下去了吧？你这样倒退路早就摔下去了。有存档吗？没有。刚刚那个是真刀，好像从那个房间出来了。我要去找他，是不是？哦，好。路奇还热，为什么呀？为什么？有点像樱桃小啊，樱桃小丸子是另外一种哦。我想樱桃小丸子是。Yeah。这种是好奇怪啊，妈，我想要那个玩具，我不管，我想要那个玩具了，妈。我要存档，我在干嘛？我要存档，还麻来麻去的。美环就更简单啦，美环超好学的、啊。先存，美环超好学。阿云，大饼云，什么时候？今天晚上要不要带我一起打魔龙猎人呢？我的等级还很低，我想要做那个不动衣装，你可以带我做不动衣装吗？我也想要在上面都不会被甩下来。等一下，他刚说要我干嘛？拳头应该美环嘛，是不是阿 K？ 谁听到美环声音不硬？一定硬啊，对不对？硬是很重要的。老板是不是忘记吃药？我跟你说，阿凯哥哥，药就是吃太多了才会变成这样。每个礼拜都在吃药，等等，等一下，刚刚他说什么？我刚顾着看聊天室，然后跟配音，我已经忘记要干嘛了。他刚刚有说要干嘛吗？我这边。不可以在上面就要穿洞洞衣装。哎呦，女郎，有时候也会累啊，不动衣装比较好吧？不能老是我在动啊！不行，我觉得竹见母汤，
我不能再被女郎吊着走了，不能，我不能再被女郎这样，女郎这样太公钓鱼，我这个愿者超上钩，这样不行吧？不行不行不行！啊，这里，这是什么鬼地方？一条长长的绳子掉在地上，获得的绳子，从楼上传上来的。阿座河村史料馆展示厅，请勿触摸展示品。好，就把事情推给女郎错付。没有啊，事实上确实是女郎在钓鱼，不是吗？哎、欸，等一下、啊，好，哎、欸，电视，等一下传上来，所以我应该可以上去了。是从楼上传上来的。Go！ 我来了。快跑！你们走！不要不要，放开我！啊，不是，他是烟嗓，他是烟嗓，烟嗓，烟嗓，突然忘记怎么配烟嗓。赶快去追他！快点去追他！赶快来救我！不要不要！没有上手，奶叔。哎、欸，我卡住啊！对了对了对了，这锅我背上够成功。有脚步逐渐逼近，再赶快躲起来。没抽烟怎么知道烟嗓？哎、欸，你不一定要抽烟才会知道烟嗓啊，你用听的也可以啊。声带是自己控可以控制的啊。得把锁给锁上才行。咔咔，嘣嘣嘣，脚步声，脚步声。咪叽哦！糟糕糟糕糟糕！怎么办？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怎么办的啊！啊，他都锁起来。Rope 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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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pe。有什么用东西可以用啊？老旧的月历的一角折成纸飞机，用哆啦 A 梦的放大灯放大，然后从窗户飞出去，是不可能的事情。长度不够，长度不够，长度靠背靠背，长度不够，坏掉了油灯。什么？哈？长度竟然不够？我的靠靠靠靠靠！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用。它应该没有时间限制啊，我个人猜测，以前这种游戏应该是不会做时间限制的。坏掉了油灯。哦，啊，让他以为我跳下去了。奶叔，叔不叔？啊，看来是走了，得赶快离开这里。但是该怎么做？对了，办公室里或许会有电话。我要再研究一下再研究一下多变景声音哦。以前在玩风来之国的时候配的声音配蛮多了，自从小弟出现以后，这些配这些比较沉的声音几乎都会变小弟，这也是有点尴尬。公务毁坏公务却可不是啊，命比较重要吧，店长是不是？办公室，办公室。但我之前去看那个，看一些办公室的话，一定会有电话才对。有，还有最新型的电话，放有无线电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话筒。啊，怎么会这样？啊，阿奇贴心问我有没有存档。总之，得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糟糕，糟糕，办公室的房间不知道有没有能用的东西，赶快让我先存个档。真是没有存档习惯。门已经打开，应该可以进去。你才是非法进入啊！原来我才是非法的吗？请快点回去，已经过了闭馆时间。馆内深处三楼禁止进入。这里没有你说的那种资料。你妈妈在哪里？逆向倒音啊！啊，你妈妈里面放有一个小木箱，上面设有密码锁。好好，密码锁，密码锁，刀鞘的东西。哎，所以刚刚那个人从这里拿东西。指南书，陈列，
哎、欸，拿证出去啊！不是啦，阿 K 不是啦，就没有习惯，所以你通知我很好啊。还是我在这里睡到早上再说。肉肉可以翻唱《Alice in NY》，好，我笔记一下、喔。日的吗？还台的？等一下啊、喔。哎、欸，我拿到什么钥匙？飞出去钥匙好像没有留下来。不行不行，垃圾，好，日的好。他要想办法嘛，要很多声，这样我会过劳吧。三楼闭馆时间，明天休息。等一下，等一下，我的道具。六月十二，六一二 ，OK， 好，很明显的，轻松，真的是没有难度。地下通道 ，OK， 那个厨房 ，Yes， Nice， 厨房 ，GPS 都记得，不是说已经练过不会过劳了吧？是没错啦，是没错啦。好啦，我等一下听一下，我下播的时候就听一下。奶叔，开呀、啊！好，把绳子穿过这个洞穴里面，应该就可以下去了。好的。这里是为什么史料馆的地下会有这种通道？怎么会这样？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是有个沉重的盖子压在上面。觉得刚刚是喝东西声音？对啊，刚刚是王之喝饮料啊。纸灯笼里面有颗小石头，好美，在发着光呢。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总觉得这个光令人有点怀念。可是这里是尽头哦，得赶快出去找到出口才行。好，赶快出去找到出口，然后那个人就会出现。啊，有些贵。嗯，啊，糟糕，拿刀的人下来了。C， 关门！咚咚咚咚咚咚，怎么办？你好歹也说句话吧。他应该会怕那个石头，我在猜。结局了。啊！眼前的男子递出了一张小纸。哎，好的。收下纸片，仔细看的话，发现上面写了一些文字。闭馆时间已经过了。哎，请严格遵守规定，已经报警了，到大厅去。可是，等等。你是谁？打算拿着那种刀？是打算？这是仿造刀，我是管理员。仿造刀，我是管理员。写着，请给我50万肉盾。那么，我就把这个99针送回家里了。我真是的，这第几次了？过了闭馆时间赶回去啊！啊，我自己回去呢。而且本来不想在这里待这么久的，只是妹妹手上出不去嘛，这是没有办法的、啊。明明知道只是件小事，但是把事情闹得失望又心惊你。而不但造成这个需要管理员的麻烦，家长们也很担心，该放心一下。那个，对了，徐浩，而且别个失智小姐刚才我打一架叫了家。
那是由于就很远所在来哦，而是我从车站载他来的。看样子刚刚好像没有能好好说上话。怎么可能可以说上话啊？大姐姐刚刚害怕极了，这里的管理方式真的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大姐姐，但是哈，我确实应该好好的送人送到最后才对了。我拍谁了？不，没关系，毕竟是我擅自闯进去的，只是想知道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悬念啊，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姐姐啊，这种死尿管，你真想知道什么？其实我好像是这里以前游泳者神奇金银狼的孙女。发生很多事情，我是为了确认这件事情才来到这里的。在令人吃惊，所以你因为这样才来到这种乡下地方。哼，这个家中哦，竟然还有血脉相连的人在啊！请回去。是，今天的闭馆时间已经过了，对吧？在这里打扰这么久，真的很抱歉。我会在附近找个地方住，要是可以的话，明天再。明天也不行，请回去。今天确实添了不少麻烦，但是，小娜，你的房子自己存在草地啊？另外选择小的公司啊。虽然我的确是世祖父的孙女，但并没有想要对这间房子做什么，只是给我回去。只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要知道自己的事情。这种事情不管是请求也好，还是说出口也好，我觉得都很自私。但是前阵子我的双亲因为车祸过世，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虽然难以启齿，包括我自己的事与父母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活到现在。从出生到现在，我第一次发觉这是如此的寂寞。然后我在家中找到这个村子的照片，所以我把所有打工的钱存到钱通通领出来，来到这里。这张照片拍摄的地方是我唯一的线索，所以我想要知道这里的事情。原来如此。哇，这也太坏了吧！他竟然说给我回去。从刚开始，管理员到底在干啥？而且仔细想一想吧，对大姐怎么可能想像这种乡下地方的老房子？大姐姐是这样说，这样待一下应该可以吧？再等一下哈，总之大家都先冷静一下。另外，这附近就没有什么住宿的地方了。毕竟这里也没有什么村庄，没有公车，没有便利商店或是民宿啊。村里姑且，算你决定出一个紧急情况使用住宿场所啦。就是这个死料馆，管理员明明也知道这件事情，却很坏心的什么都不说。毕竟事情来得这么突然啊，西河也吓到了嘛。总之我会解开，这不是很好吗？就像那样，所以说啊，你今天有点到家了。毕竟村子你决定的事情啊，对吧，西河？难怪他那个三楼有一个什么301号房，什么几号房。真的是这样，白西洋安，这里的管理员好像没有办法说话，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就会递纸条过来，他似乎可以听到我的声音。那天晚上他塞了一张纸条给我，不要在这个史料馆以外的地方闲晃。当我问他 why 的时候，他就自顾自地回到了他的房间。我也想说，当心情整理到一定程度后就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史料馆不只有这个村庄的资料，似乎也残留着父母的影子。光是想着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就让我觉得内心像是被温暖的紧紧抱着。但是同时我也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父母都没有跟我说过关于这个故乡的事情呢？为什么要从这里离开？为什么会和以前的亲朋好友断绝关系？是不是在隐瞒些什么？
那个理由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史料馆及阿座河村找到呢？又或是故事书签回忆之翼，在排列书签中追加了回应之翼，不会又要重哦？吓我一跳，蠢，不会又要重来了吧？不会吧 ？OK， 丹尼秀，丹尼秀，稳哦，稳的，稳的，稳的。来呀、啊，快喝水吧！啊，谢谢你，你相信我们，我们并没有偷取稻米。然而，为什么非得继续受到这种对待不可呢？你干嘛等下？今天晚上我的孩子又死去了。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代志？拜托啦，拜托啦，请吼，请你为我囡仔，为这个囡仔。吊上啦，我怎样啦？我会好好的埋葬他。啊，这个人真正叫温柔啊！风光明媚，刚差点讲成春光明媚。好像做了奇怪的梦。哎。床旁边怎么会有一个肉松面包？就想不起梦的内容，明明刚刚才做完的说，脑袋好模糊。昨天发生很多事，我是不是累了？太好了，这是好天气。关于爸爸跟妈妈的事情。我想要尽量保持开朗的心情调查。好，吊起来，快吃个肉松面包，压压惊。管理员敬上。是不是跟管理员打声招呼比较好呢？哇，那么可怕！我看看，管理员房间好像在一楼吧。办公室吗？啊，是我刚刚那间吗？那个，早安，妹妹嘴巴里面含肉松面包啦。肉松面包啦，真的、啊，真的在吃肉松面包。刚刚床边真的有肉松面包。我跟他说，我配音是真的很讲究 detail 跟细节。刚刚他就就是很明显旁边就是有一个早餐，管理员给他早餐。那他边吃早餐边下楼找管理员，嘴巴一定要有那个东西。这个你这现实上都是真的是要完整配合的，一定要了。啊，谢谢你，那我昨晚描述。然后，我果然还是想要知道家里的事情。你能让我在史料馆里面逛逛吗？迷豆咬肉松面包，我肉豆啦，我肉豆子啊。米江安，你在寻求什么？以前拥有者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几乎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昨天我找到了一本相簿，只有一点点，没有关系，只要能让我多了解父母一些。没上锁的房间可以自由进出，请随意。非常感谢你，不过请不要离开史料馆啊。我没准备吃的和住宿的东西。没关系，我会帮你准备肉松面包。没想到这里居然没有民宿。我要吃的啊，肚子饿，只有一个肉松面包，撑不了多久呢。真的很抱歉。兄屁兄。好，没上锁房间可以自由进出。Let's go。
虫，就是苍蝇的蝇吗？蝇文吗？对啊，从蝇文探讨人类古城。1998年叉叉馆书局看一下，从蝇文探讨人类古城，古城第二章：人类嗜杀森中神灵之时。对于古代人类而言，有着特殊互补与美丽湖泊所在的场所，或是其后方有着被称为盘座的岩石所在的场所，会激发人们神圣且崇高的情感。在这个国家中，这类山脉与岩石本身被称为神体，孕育出各种类似神灵依凭之地。也许有许多日后在此类岩石周围盖起建筑物作为神社的例子。我认为叉叉县阿座河村的奇登山就是神灵依凭之地的其中之一。绳文哦，不是银哦。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绳子的绳，哎呦，看起来都很像啊，万物皆有银啊。谢谢大家，好不好？苍蝇的蝇是那个毁字旁。OK， 绳文 ，OK， 绳子的绳 ，OK 啊、哦，大家看啊。然而，由于这座村子从中世纪开始流传着实为怪奇的紫兽鬼传承故事，因此禁止进入山中。无法进行充分调查。此迹象为不论东西方世界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普遍能发现此现象，在留有蛇信仰迹象的阿座河村中，在一些地名中会保留着蛇的痕迹。这不是叶黄素问题啊，大家看不出来吗？你们觉得我看起来像是有念过书的样子吗？能量矿石探访记，看一下，神秘感爆棚，让科学家都懊恼的夜光石传说阿座河村篇。行走于山中小路，突然出现于眼前的是一座拥有漂亮田野与湖岸的村子，那就是叉叉县阿座河村。我会前来这座村子，就是为了寻找在整个世界中只有这座村子才能采集到的夜光石。夜光石好像拥有驱邪避凶的功效，所以在这座村子里，从以前开始就会让孩子们佩戴着夜光石。夜光石有着不可思议的特征，夜光石平常为淡绿色，但是在某个条件下会散发出就连黑暗中也能注意到的淡蓝色光辉。虽然难以置信，但在部分矿物狂热者里，可是流传着关于这美丽矿石的事迹。更让人震惊的是，在这之中也有人以不得了的价钱买下这块石头。话虽如此，现今石头的产量减少，整个产业已经停办，也就是说这美丽的矿石已经成为了废卖品。而且夜光石本身充满谜团，因为如此才引起了不少狂热者的兴趣。夜光石确实在这几百年之中都产出于阿座河村，但其原因就连阿座河村也几乎没有相关文献。其由来与历史直至今日似乎都只能从村中的老人口语相传而来，大部分情报几乎被归类在传闻一类，究竟事情是真是假无从得知。这美丽矿石的起源仿佛覆盖着层层谜团。哇，觉得肉肉博学多闻，法米中文不太好，英文不太好，数学不太好。不是啊，瑞塔在说什么？我昨天讲那么好的法文，讲那么好的英文，你有什么文我说不好的？是不是？我就是没读几个书而已啊，对不对？蔬菜卤是什么啊？蔬菜一定是蔬菜卤啊？简中的错？什么简中的错？蔬菜卤什么？我刚刚说过什么吗？润树神饮，看一下哈。Chapter 4：阿座河村紫兽鬼信仰。在四面环山的阿座河村中，部分通往山间的道路都禁止进入。其缘由为村中相传紫兽鬼信仰，自古以来，这座村子将儿童失踪事件看作名为紫兽鬼的恶灵所为。
哦，在聊你们的。OK， 拜拜安。然而，与本书所介绍的其他口述传承相同，此物系为我国民俗学当中经常收集到的山民信仰或是神隐怪谈的经典例子。会出现这一类的传承内容，恐怕是为了在山中的迷路儿童失踪事件与死亡事故那残酷的偶然性上，透过村落共同体赋予此类事件一个传说故事，来减轻被害者失去子女的失落感。然而在这个传承中有一点十分奇妙，长久以来仿佛是为了避开留下文献般的进行口语传承之行为，自近年起突然在村中老人的指示下作为训诫开始留下文书。现今高龄者当中信仰此传承故事的人数众多，他们大多数热切主张自古以来于山中发生的儿童失踪事件异常多数，令人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因为大众传播逐渐发达，村中们的年轻人对于紫兽鬼的信仰逐渐薄弱。由于国内日渐发展娱乐设施等建筑项目禁止进入深山内部的习俗也被视为恶习，阻挡来自不动产开发商所带来的恩惠，在年轻人之中也有人抱持着疑问。哦，这等于是以前这个传说，然后这样开始在怎么说，就是开始哦，就是你知道科技发达传播发达，开始一些所谓这种神鬼东西就渐渐的被那个啦，被觉得说啊怎么可能啊，屁啦，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啦之类的。蔬菜兽哦，蔬菜兽跟蔬菜卤是什么？蔬菜兽为什么有蔬菜卤？为什么有蔬菜兽？这里是展示区吧，昨天完全没有时间好好参观。喂，夜光石，对，法师大人哦，他这个夜光石很妙哎。他的夜光石在这里展示，然后地下室那里还有一个夜光的一个灯笼，里面有夜光石。我在猜他那个盖下来的井里面应该是大量夜光石产出来的、啊。这里是不是产夜光石啊？对啊，对对啊，原产石岩石啊，难怪、欸。我跟你说，这地方一定是有鬼。夜光石湖，湖、哦。因为瑞塔看成鹿，什么时候他看成鹿？什么时候在哪里他看成鹿？地图。法师大人，木登山，好，真的这也蛮妙的，但确实是跟他父母资料在这里不多，其实也不奇怪，也不奇怪。等一下，我有点想要，好，等一下我想要调一下声音 ，under table， 就跟我 under table 看成 under table 的意思是一样的吧？好，看来我今天的皮是不打算回来了。好，没关系，反正这个看得出来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通关玩的游戏。大家等我一下，我再调一下。我想要，嘿，哈哈哈哈哈。好，这样应该可以。好，那我们继续。哎，因为我前阵子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我会听到，我会有那个，就是戴耳机会听自己，可以听到自己讲话声音啊。因为你戴耳机听游戏声音，然后你也可以听到。这我已经读过了，听到自己讲话声音这样。然后我之前一直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听得太小声，所以我一直觉得比如说就是讲话的发出的力道什么之类有的没有的。然后就在上一次歌回之后，我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就音量什么都没有改变，都一模一样。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哎，奇怪，我就感觉怪不太对。然后我就尝试把就是我听自己的声音关的比较小声，蛮小声。然后我发现差很多，哎，就是对于唱歌来讲，听到自己的声音不用真的那么大声会差很多，因为你可以更加的感受到你自己身体的震动。然后我就在想说，哎，那直播会不会其实也应该要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要是我把这个我自己听到声音再放小一点的话，我应该就更能掌握住自己发声的感觉，我觉得。所以说不定这样子要比如说配音或什么之类的会不会更好？那我觉得怎么觉得现在好像又有点小声，没关系，感受一下。年轻时的爸爸跟妈妈曾经在这里住过呢。啊，这本相簿似乎也没有我小时候的照片。近期是没有听过，
没听说过或是不知道的事情，感觉好奇怪哦。但是也没有什么可以知道这个家的线索，其他房间应该会有什么吧，向管理员稍微打听一下打不开的房间的事情吧。 Go go go。 旧时代跟新时代冲突，没错。我今天上锁打不开，哎，他锁起来了。外出中，这样啊，怎么办好呢？哎，有谁来了吗？屁啦，刚那个敲超嘲讽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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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离开村庄才剩下主角吧，也是有可能啦。总之先出去看看比较好吧。他刚刚打的那个节奏，他这个敲门声很 real 哎、欸。是。大姐姐，啊，那个声音是昨天的。哎、欸，我听说今天修管是什么的，我可没有听说过哦。快开门，快开门，我怎么关着啊？真的还是关着的，等一下。啊，挂锁没有锁上，这样感觉可以直接打开。哎呦，哦，开了开了开了。那还真的是你啊，你好，安哥你好。你好。哎、欸，大姐姐，为什么水药管是关着的？管理员现在大概出门去了。大概。我也有事找他，但他好像出门去了。哎、欸。那他就这样什么都没有跟大姐姐说就把门锁上啊、哦？怎么这样？根本就想把大姐姐关起来一样嘛！哎、欸，哼，真讨厌！出门也要说一声啊，大姐姐再怎么说也是客人呢、欸。嗯，但是不请自来给大家添麻烦的是我。嗯哼，但是管理员有允许我调查食药馆哦。哦，那太好啦！今天要调查这样吗？我有几个想要调查的房间，可是都上锁进不去。那大姐姐就出门就好啦、啊。哎、欸，但是都被再三劝告了。可是只待在史药馆的话，就没办法知道村里的事情哦。虽然史药馆很安静，但是也是很无聊的。话是这样说了，村子里面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的确，我也蛮想知道村子里的事啊。但是管理员说啊，管理员在意的是自己的森林呢、啊。哎、欸，总之啊、哦，不要去森林就没事啦。而且不要跟你管理员那么客气、啊、都是管理员在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欸、大姐姐你可是村里的客人、欸、为什么非得要听管理员的指示不可呢？的确用餐问题跟毛巾之类的住宿用品有点不太够呢。内裤也不太够用吧。啊大概不够用吧。但是村里的商店在哪里呢？啊，真的也没办法、欸、好吧，就让我带你去吧。谢谢，别谢了，总之快走吧。嘟嘟嘟，哎，干嘛？昨天实在太混乱，都没有机会问你的名字。不介意的话，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君の名前は？佐久间美叶子。啊，这样，那这样就是小美喽。拜托不要那个叫法，那叫小孩很丢脸呢。啊、哦，这样啊。那么小左呢？小左，我大陆员左左，我以后就叫你小左了哦。左将，以后就叫你左将了，好不好？大家以后就叫左将，好不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大腿大陆员左左就叫左将哦，没问题吧？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人家姓氏变成加小的。都市的人都这样流行称呼别人吗？也没有啦，只是想说这样叫比较可爱。都市人真怪。小左，小左打龙喽，小左，小左上车啦，小左。哇，真是绿叶浪啊，好令人兴奋哦。哪里兴奋啊？这种鸟地方什么都没有。会吗？我觉得很漂亮啊。在都市有更多令人兴奋的东西吧，
像是百货公司啊，或者唱片行、游戏中心、便利商店等等啊。哦，不妙！不行啊！果然啊，要躲，只能躲在死人药馆啊！大姐姐，接下来你就一个人去吧。这从这里哈、往前面走到十字路口，再找前面的标志走就没有问题了。怎么了吗？你不要多问啊！还有，绝对不要跟别人说我的事情哦。哎呦，跟谢门要修。你是昨天遇到的？抱歉，突然问你，你独角过的左脚尖吗？好啊，那个卡小啊，跟那个翘课啊呢？这样子啊？也是啊，这个时间不在学校的确很奇怪。帮他吧，不，他都帮你就对啊。你们没夸张啊，卡叔公啊，你下次也看到他，跟他打个话啦。那个家伙身上也是发生不少事情啊。阿西公，你现在是要去村子吗？米粥安安。是的，想说要去买些住宿需要的用品。这样啊，那就顺便好好参观一下村子啊。跟都市相比，安静感又一律一样难。我跟你讲啊，这里是好所在啊。好的，这是个很漂亮的地方呢。你今麦放暑假对吧？虽然讲哦，你来到家哦，应该是有别的目的啦。但是人生有时候适时放松，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哦。那么你就在村里慢慢的逛吧。放松心情，慢慢的吗？但是也没有办法那么悠哉吧。总之，赶快把东西买好吧。警察怎么撞他？米粥，这个2016还2013的游戏啦，重置版之后这边应该是没有改啦。这个反射镜的做的好好哦，它的那个它那个像素侧面那个做的质感做的好好，喜欢，而且还有那个光洒下来，真不错。好，这边是神社，应该是通往山上的哈。好，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村庄。好，来到洛铺村了，来到洛铺村了。十字路口的标识就是这个吗？我现在在哪？史料馆出来，阿座河神社就是刚要上去的那个地方，所以我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口这里。阿座河土村地图，这个不得不说，这个看起来地图看起来怎么有一种动森感？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动身感？十字路口往下走好像会有商店。 OK， 哈哈哈，好，我还是觉得这样好比较好。好，老人一直盯着这边看，看屁看。七个人猛盯我啊，我一看回去他就把目光移开了。会害羞哦，贝贝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生哦。没错，肉铺村，肉铺村，这里的肉铺村的人看起来都很阴森，不时偷偷打量着这边的感觉。就没有看过都市人吗？我要去买东西，我要去买东西，买东西，吃东西，买东西，这看起来像是警察局，没有问题。这到底是？喵，感觉有点可怜。过不去，过不去。这里应该可以逛一逛吧。不是这边这条吗？好好好，这可是这个看起来这邮局吧，这里啊。好，是错觉吗？总觉得有人盯着我看。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外地来，外地来的，好像在看真情异兽般的盯着这里。太夸张！狗狗，喵喵！上面贴着纸张，写着“临时休息中，傍晚会稍微营业一下”。我跟大家说，人生真的就是很想要像这个样子。你在郊区开一间小店，然后你也不用一直长时间营业，你就偶尔，或是开一间好吃的什么咖喱蔬菜咖喱店。然后你就偶尔什么只有什么下午什么5点到8点或者什么4点到6点开张，其他时间都不用开，然后每次人都超多，然后就这样其他时间就开直播，超爽，对不对？我们的目标客人等我一下要 W3
啊，今天只有傍晚营业吗？那我先回食药馆吧。啊，有什么掉在地上？上面写着木灯，这个好像是念，这个好像是念什么变吗？还是谢？我忘记这个字，我忘记这个字怎么念了。诊所，就诊卡，派出所。哎，邮局的人。不好意思，你在那条路上有没有看见一个国中生？啊，没有，没有见过呢。这样啊，打扰了。那个人是谁啊？难不成他是在说小左吗？对啊，通常那种小店都排超多人的啊，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很爽，他只要开一段时间，然后他东西漂亮好吃 ，OK， 真的不要说顶哦，不用到顶哦 ，OK 就可以。现在真的很多店家连 OK 都做不到。但是我看很多店家感觉都没有味觉啊，东西都卖超贵，真的搞不懂。对呀，毕竟不久之前才见到望月行群进，这样的话就直接把就诊卡拿到诊所吧。卡卡是不是卡七呀卡？对对对，因为有一个搞笑艺人也是这个啊，也是念这个，也是这个一个光头，对，小卡。诊所在哪里？好，问一下。啊，那个不好意思。什么事情？我想要去木灯卡诊所，请问大概在哪里呢？木灯卡诊所啊，上面的那个十字路口上坡的那个方向哦。啊，这样子啊，非常谢谢你。哦，还想说我没有见过你哦。啊，晚来哦，不是村里的孩子。总觉得一直被盯着看。啊，是的话也没有关系。诊所就在十字路口的步道上，去看看吧。好，音乐出现了。坡道嘛，坡道。奶奶，老师在休息，这不是完全没有前进吗？明明是奶奶一直说想要看山上的景色的。加油！这看起来可以按，神秘印章跟印台。好，先存档，先存档，要记得先存档。存一个。探索一下田野小路啊。阿凯哥刚刚听起来快断气，毕竟小村子比较封闭，有外来的人会比较显眼，合理合理。我看看木灯甲诊所，就是这里。这个诊所虽然有点老旧，但其实风格还蛮可爱的。在山坡上的诊所好像电视剧里面会出现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面除了石料馆还保留了这样的建筑啊。在外面叽叽喳喳讲不停的人就是你。啊，抱歉，这个建筑看起来很漂亮，不小心就……老夫还以为来的肯定是一位脑袋有问题的病人。啊，不是啊，我不是来看病的。刚才捡到这间诊所的就诊卡，所以想说送回来这里。是哪个家伙竟然给我弄丢就诊卡？又是梅本婆婆，真是拿她没办法。不好意思啊，特地让你跑一趟。而且还得爬坡。不会不会，我才应该道歉，在医院前面稀稀疏疏的打扰您了。哦，没事了。老夫也正好想说休息一下，正打算要出来了。唉，老夫在村里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神面孔。啊，是的，我昨天才刚来，在食药馆打扰一天了。哦。你说在那边的史料馆吗？不过居然会跑到村子里面闲晃，你还真是一个奇怪的观光客。那其实我的父母是在这个村里面出生的，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有关他们的事情。让我猜，你的父母刚去世不久吧？是的。请问我是不是把表情显露在脸上了？不要看老夫这个样子，其实可是厉害的老头呢。一个人本来就个性沉闷，现在心里郁闷，老夫还是看得出来的。啊，这样我得好好注意一下表情才行。对了，我差不多该回去，关于父母的过去我还是一无所知。待在这里的这段日子，我想要尽可能好好调查史料馆。
看起来很忧郁呢。等等，在那等老夫一下。拿去吧，像你这样的年纪的孩子就很适合玩纸，很适合玩这张纸上的游戏。阿座河春集章游戏来啦！大家好，我是啊，不对不对，这应该是大家好，我是阿春，阿座河春官方吉祥物，我叫夜光仪。集满所有的印章，就可以到阿座河湖的商店领取小礼物哦。哦，确实是有这一种，对对对对。啊，这个是集章游戏，愚蠢的公家机关搞出来的活动。不过这好像还是第一次派上用场。不管怎么样，你就先把脑袋放空，好好的在村子里逛一逛，再过来吧。好啊。好啦好啦，乖乖听医生的话，逛到满意之后再回到这里找老夫吧。集章游戏啊，不过我也真的是自从遭遇那场事故之后就一直很紧绷，听医生的话，稍微散步一下吧。鸭子安安。现在突然变成一个放松游戏啊，老奶奶怎么了？哎呀，对老太婆来说，采集野菜真的是好辛苦啊。哎，你好年轻啊，看起来真健康，你能不能打个义工来帮忙收集野菜啊？那么我就教教哪些是野菜吧。记住了吗？这样就知道哪些是野菜了。哦，只要能知道是可以吃的东西，路上的花花草草看起来都会闪闪发光啊。啊，这样啊，啊，不过确实好像真的看起来闪闪发光。大家快来帮我采集闪闪发光的野菜哟！野菜都生长在村子里，就拜托你了。野菜很容易腐坏，要真的还是白天的时候，赶快拿过来哟。哇，这个阿伯也是毛很多呢。我是一个观光客呢，他知不知道什么叫观光客？哎，小左，啊，刚刚那个是小左。不管他，不管他，我们先采楼梯草。紫苏，紫苏。哇，看起来像是丸子店。这有一个风来之果，哎，感觉很风来之果，哎，超级风来的，哎，而且风来之果有最近出了一个叫牧场物语的，让我是有点心动啊。不过我现在手上有牧场物语的游戏有两款哦，都完全没有任何通关过。不行不行，哇，看起来不像恐怖的。对啊，是不是牙子不像吗？啊，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地方。这音乐真疗愈哎！如果哇，这个一般女生、一般年轻女子的声音很难学。哇，难，太难，我只能用一样的声音才行，要不然不是美环就是一样的。如果不是靠近湖边，而是靠近海边的话就好了。我觉得海鱼一定会更好吃的说。我已经把柔柔公举，我已经把柔柔公举的声音配在这个女生身上了。喵！鲁夫，你哪迪家？喵！哎，我也想要偶尔钓鱼看，钓看看黑鲈鱼之类的。这座湖太不够刺激了，没有鲈鱼的话，蓝鳃太阳鱼也行啦。不过这座湖没有外来物种入侵，说不定是一件好事。哎，对耶，我们有鱼类图鉴，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钓鱼的。天公，这阿座河湖，这阿座河湖，天公哦，一旦钓到大鱼，可以说是吼这个村子第一的观光景点啦。哦，上钩喽！哼，这条哦，哼，大家伙，有够大的，哼，有够细只，这创啥啦？哦，原来是，对，原来是新入骨哦，新入骨，新入骨，
感觉讲心入骨，女郎就会把心再加上肉字旁。女郎玩的一定是心入骨吧？哎呀，今天真的是阿座河湖的水面也很平静。今天的钓饵会大卖吧？哦，这是卖钓饵吗？你不像是村里的人啊，方便的话要不要体验一下钓鱼啊？钓具就放在看板旁边，只要有钓鱼券，一张就可以体验一次哦。推荐想要度过悠闲时光的时候来钓鱼，给你三张钓鱼券，一定要好好享受钓鱼的乐趣哦。好哦，听啊。钓鱼的时候先确认一下看板吧，在那之后选一个钓鱼点就可以开始钓鱼了。根据不同钓鱼点，钓鱼的难度跟可以钓的鱼种也会跟着改变哦。详细的资讯呢，可以在开始之后呢问浅桥上钓客。想要改变地点的时候，按下插件就可以改变了。再来就是鱼儿咬住钓竿的时候，要死命的连打决定键来打钓竿。好，好，你也一起来体验钓鱼的乐趣吧！只有现在，钓鱼券免费钓鱼体验。好。爸爸妈妈小时候有在这里钓过鱼吗？这里有什么鱼呢？好像蛮有趣的，来钓看看吧。试着多钓点鱼，准备丰盛的晚餐吧。根据当天所钓的鱼量，在食料馆的晚餐也会有所变化。可以钓的鱼种总共有18种。啊，18，这是一个巧合吗？钓到了鱼，可以从选单的画面的鱼类图鉴进行确认。好，钓鱼，开始寻找钓鱼点。各位朋友，开始钓鱼吧。周五的今天，感谢大家一起来看台。2024第二周，我们一起来钓鱼。钓到的鱼跟晚上的晚餐有一点点关系。放松的时刻来钓鱼，鱼饵上钩，死命的按，快来点鱼，吃我的鱼饵，来吧来吧，这些死鱼怎么还不过来？我在这里等了好久，赶快上钩，赶快上钩，快点上钩，这些臭鱼，快点给我上钩。臭鱼们，已经快要2点钟，剩下只有3分钟，再不快来上钩，我的晚餐要怎么办？快来上钩，快来上钩，臭鱼赶快来上钩。左扭右扭的小鱼鱼，它准备要上钩，考虑了半天不吃我的饵，该怎么办怎么办，上钩啦！还说赞，钓到了尖头，这个字怎么念啊？海叔，钓鱼就是这样啊，轻轻松松，简简单单，没有难度。哎，上钩很紧张嘛，是不是？速报知名网络直播主公突然进行网络钓鱼，不是哦，不是那个网络钓鱼哦，不是网络那，不是那个钓鱼哦，不是钓鱼哦，死鱼要怎么？不是那个钓鱼哦，不一样哦。我已经钓到，哎，那再继续钓啊。哎，只能钓一次。哎，这里野草，钓一尾。我们已经钓到了一只沙卡纳，哦，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念呢？栖息在水流较浅的地方的杂食性鱼种，美味度一星，比较不会拿来食用，但有油炸或是电煮的烹调方式。哦，贵吗？贵吗？尖头贵。真好贵，真好贵哦，真好贵吗？是吗？阿 K， 你讲这条鱼啊，叫做真好贵哦，真好贵。啊，跟菜头贵有啥物无共？我看了半小时，还没有恐怖成分，心灵越来越平静，是吧？一定平静嘛，一定平静的啊。疗愈嘛，社畜陪伴台不就是要疗愈的吗？我中午开台，怎么可以开那种恐怖游戏台呢？是不是？野草啊，先不跟他讲话，先不跟他讲话，我们先采野草。副本要先支线要先解啊。没有看过的生面孔啊，像你这种年纪的年轻人，在这个村子里面是很显眼的，除了附近的野溪之外，就只有田地啦。这样的话，要不要帮忙下个田啊？我讲你呀，你莫搞钓摸鱼啊，你赶快去干活啦！啊，你这个死老狗老啊！啊，老
夫一生都是当个农夫的大叔，要是再年轻一点，专注于农务以外的事情，就可以提早享受农退休生活。我讲你啊，你卖给我点，对他们偷偷摸摸，赶快给我干活。嘻嘻嘻。还有，真的是我这个偷心哦，被发现。梅阳安，那条路禁止进入的样子。这么说来，这个地方也是稍微有点奇怪呢。啊，找到该睁的地方了，该睁睁。阿座河村提刀游戏盖章，已经盖上了石喜和彩绝草一滴。啊，原来我玩的是一个搜集游戏。两点了，糟糕，两点，我们先去找小左好不好？找小左对话完。小左，你不是去了蛇药馆吗？听我说啊，真不敢相信啊！我到了蛇药馆，发现门又是锁着的啦。那是应该是管理员回来了吧？应该是那样吧，但一般来说还会出门吗？我还以为一定是为了找大姐姐又出门去了。我拼了命的在村子找，但好像又不在。啊，话说来，小左，刚才有个很年轻的人男生在找国中生。果然是在说小左对吧？他和我差不多年纪，是你认识的人吗？才不是，他现在是待在我们学校里面的教育实习生。啊，是学校里的人啊，所以他才会找小左。这超讨厌的家伙，现在班上是比班上的家伙还要再烦人呢，好像原本就是村子里的人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冲着我来。我说哦，不要像那位老师偷了我的事情哦。但是怎么啦？但是小左，你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是会向学校或是望月巡警联络哦。巡警，哈，就说什么事都没有，不要操心啊。没想到大姐姐你这么鸡婆哎、欸。总而言之，我还要稍微躲一下，大姐姐拜拜。啊，走掉了。哇，好有气氛的神色。哦，虽然每年村子的人数都会减少，但是到了祭典的时候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活力的呢。唉，所以啊，至少是希望在这个时期啊，希望老天也不会下雨，可是天气是无法控制的呢。不过正是要下雨天啊，这神色才有存在的意义啊。因为这是一个每到下雨天就活在恐惧中的村庄啊。害怕下雨天，这是怎么一回事？唉，又到了季节，又到了夏日季节的祭典的季节了。今年要是可以顺利举行就好。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祭典，但对村子来说也是重要的祭典啊。阿座河村的青年团可是干劲十足呢。不过与其说青年团，倒不如说是中年团。居然还有夏日祭典，猫咪风骚走位，喵！切换自如，感谢大家喜欢啦！这个配音这件事情哦，博大精深啊，还要再继续练一练才行啊。因为我觉得玩这种游戏，以前也有很多游戏，很多游戏又因为预算的关系没有办法有配音，所以我觉得配音超好玩的。那你可以进入完全不一样的角色，然后以他那个角色，然后去配音，我觉得超好玩的。猫咪玩看起来玩得很开心，玩着印章上的绳子，所以这里应该是有印章的哦。夜光吉，大家好，我是夜光吉。夜光吉盖上了奶酥，这算是一个小成就。所以这个吉玩，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什么成就吧？猫咪。森林守护这个村子，正是阿佐和神社，特别是神社的深处，自古以来就是个圣地，绝对不能进去。那里是有着狮子窟这种可怕名字的地方，年轻人可能不懂，但所谓圣地啊，大家都说的是可怕地方啊。被一道看起来破破烂烂且快要坍塌的栅栏封锁起来了。好，这个一定也是我们后面要进来的地方。好，神社看起来美败，而且正因为现在温馨，他后面一定会下猛药，我觉得下面的药一定是猛的。好，2:05哈，我知道我今天不错。等一下，因为他那个我要赶快，我要赶快，我要赶快，我先，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开射出陪伴台，会直接线性开嘛，开下去之后，然后但是因为可能队友要看回放的人，我怕他看到10个小时，然后他就看10个小时太长了吧，然后他不想看回放，所以我想说。